什么？你先把你拿到的赎金还给那个孩子的家人。这人脑子他妈有病吧？给他知道咱们所有的事。什么叫所有的事？会不会遗憾已经安全了？因为手机没电了，所以才没跟你联系。那是你的事，跟我没关系。你一定是得罪了什么人，人家才会这么故意整你。我自己想办法处理。他输了300万，一分都不能少。那我呢？没得选。你要是不回来，我他妈报警了！李小峰，我钱呢？我需要这笔钱。你更需要你女儿活着。你们到底想干嘛？王一涵呢？他到底在哪儿？你现在可以把我女儿还给我了吧？别着急，毕竟这只是游戏的第一步。生日快乐。对不起。我不喜欢听这三个字儿。你欠那六哥到底多少钱？一开始是30万，后来利滚利变成了50万，现在是150万。多少？150万？他这是勒索。没办法，他知道我不敢报警。我们可以不还这个钱吗？可以啊，死了就不用还了。我们去哪儿弄这150万呀？Thank you.
你在哪儿？我在家。我去找你。李总，喝点水吧。要不，咱们还是报警吧。我赌不起。王一涵可能还没回家，他妈一直打这个号码找他。我没接。对，那是没回家。你见着他了？你还想跟他妈要钱？不然呢？你给我。你知道吗？今天是我生日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我钱都已经还上了。我这会儿跟我女朋友开开心心过生日呢。对不起。别，你千万别跟我说这句话。你没什么对不起我的，怪我，怪我倒霉遇见了你。你再要钱，万一他妈报警，那是我的事儿。你放心，我就算是被抓起来了，我也不会把你供出来。你还是想想怎么救你女儿吧。喂，早，林医生。瑶瑶呢？你等一下。瑶瑶，是爸爸的电话，来，跟爸爸说几句话。爸爸早上好。瑶瑶乖，你吃药了没有啊？吃了，叔叔还给我买了小熊蛋糕呢。嗯，瑶瑶最棒了啊。爸爸，你去哪儿出差啦？叔叔说我今天也不用去幼儿园了，就在叔叔家玩。瑶瑶要乖乖听叔叔的话。那你什么时候来接我呀？很快，爸爸工作忙完就去接瑶瑶啊。爸爸也别忘给我买小兔子。没忘，爸爸不会忘记的。瑶瑶，来，先吃蛋糕。爸爸还要工作呢。爸爸再见。瑶瑶再见。林医生，休息的怎么样？你什么时候把瑶瑶还给我？等你游戏通关啊。你还要做什么？做一个父亲应该做的，准备300万现金，今天晚上10点之前。你为什么不直接拿到那笔钱？因为那笔钱不在我的游戏规则里，这不公平。你得从零开始，拯救你的孩子。别人可以花300万，给自己的孩子买个平安。你应该也可以做到吧？涵涵，你在哪儿呢？李总，不好意思，再次打扰你。你谁？我女儿呢？王一涵在我搭档手里，你放心，她很好。你们什么意思呀？不是说好已经放人了吗？你别激动。那个钱你不是收回去了吗？所以
不是我收，是你们逼我还回去的。啊，了解，确实是我们的问题，不好意思啊。我求求你们，放了我女儿行吗？会的，会的，会放的啊，我保证。之前是因为我们出了一点小小的状况。 然后现在问题不是解决了吗？所以这钱你还得给我们拿回来。钱没问题，能不能先放人？这恐怕不行。我可以先把钱放一个地方，只要我的女儿回家了，我马上告诉你钱的位置。王玉涵要是都到家了，你不给我们钱，我跟你们不一样。 说到做到的。嗯，你让我想想，我再给你打电话。李总，这次不是上次那个人吗？ 不是一个人，也不是那个让我跟王一涵通电话的那个人。王一涵在哪？他说晚上12点前，他一定要拿到钱。我没有别的办法。你都得罪的是什么人啊？根本就是在折腾。您说他们会不会是两伙人？也就是其中一伙人手里根本就没有一涵。 150变300，拿着了又让退回去，现在又要300。不对，还有我那150万，现在是450万。还有瑶瑶手术的费用，一共是600万。我要是李若男，我不会给你的。有王一涵在。 他一定会给。喂，不要跟我谈条件，再准备300万现金，一共600万，下午6点前我要拿到。你们疯了？快了。 所以你最好配合着点，我保证，这次拿到钱我就会放人。你之前也向我保证过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们？你可以选择不信，后果自己承担。我要和王一涵视频。 王一涵在哪儿？吃水果吧。哎呀，这才是生活，不用背单词，不用等放学，自由支配时间，还有葡萄和面膜。 戴蒙大叔一大早干嘛去了？嗯，不知道，睡醒就没看见他了。哎，我真搞不懂，姐姐，你当初怎么会看上他这种又穷又笨的？他其实吧，
挺上进的。你知道吗？他家特别有钱，他想靠自己，不靠家里边，只是说不走运罢了。再加上爱赌，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爱赌的男人是最没出息的。哎，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呢？哎呀，看谁来了？谁啊？不会我妈吧？哎呦，我吓死我了！小姐，买个西瓜去。不去啊？骗子，不是说不知道我手机在哪儿吗？逗你玩呢。大叔，你不在的时候，他们各种欺负我。哎，你妈打电话了，说想跟你视个频。你告诉她我在这儿了？怎么可能啊？我不可能出卖你的呀。你妈打了个电话，说她想你了，想让你回去。但是你要是实在不想回去也没事儿，你就跟她视个频啊，听话。不可能，我妈根本不会用这种语气说话。你一定跟我妈串通了什么阴谋。不行，我得赶紧走。你听话，跟你妈视。跟你妈视频，快点。哎，我凭什么听你们的？你放开我！我叫我播，你快放开我！你弄疼我了！救命！救命！是个笨蛋！闭嘴！再我杀你！给你妈视频，告诉他不许报警，把警准备好，听到没有？你怎么了？他们欺负你了？妈，你千万别报警，快把钱准备好。妈妈不报警，不报警，你别害怕啊，很快就能跟妈妈见面了。这下你放心了吧？他就是有点着急。你别怕，你说你也是，乖乖听我的话，跟妈妈视个频，不就没事了？就等你电话。对不起，你去取300万现金。好，记住，这件事情不要和任何人提起。明白。还有你大梅，嘴巴严实点。买着了。啊。这瓜真不错。
等会儿。别急。去，我们是快递，我给你在网上订了礼物。喂，让小姐姐等会儿。他没在。让他接接电话。喂，六哥。小季啊，躲解决不了问题啊，你绑架不绑架是跟我没关系，那你欠我的钱是不是得还我呀？是。六哥，你听我解释啊！我不听你给我解释，解释什么玩意儿？解释！你别以为你女朋友跑了，我就拿你没办法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说，你六哥，我想找的人，我就没有找不着的，除非他们死了。明白，六哥，真没想独吞那个钱，我们真的被抢了。这样，你再给我一天时间，就一天啊。到时候见不着钱你就弄死我，行吗？行，啊，我敬你是个爷们儿，我就暂且相信你一回，好不好？再给你一天时间，要不就见钱，要不就咱们就见命。哥，你还真信他被抢了？你是不是傻？啊？钱在他手里呢，咱们得先稳住他，找他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吗？哎，吃西瓜呀，没事，来，这钱嘛。怎么死不死的？哎，你死了我怎么办？你怎么那么不负责任啊？你笑屁呀、啊、笑！你买的瓜真甜，你吃一口。钱在他手里呢，咱们得先稳住他，找他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吗？你把你那个凶器给我收起来。爸爸忙完工作就去，对不起。哎，去哪？手机上包，不行，手机上包。亮了。没有偷懒，是打不通。所以你最好配合点。哎，我忘了，对不起。这次拿到钱，啊，对，现在又要300万是吧？好，必须得停一下了，因为手机没有给我。高北勇，他家其实很有钱。对不起。抱歉，我不太确定你说了什么。停。钱呢？花左花右。我不知道。等等。Sorry。不用背单。不用。容易穿。一涵，你怎么了？还有你，大飞，嘴巴。大飞。大梅。